在新闻的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三，嘛是旧历的二月二十。根据这通讯记载，明仔在位在正南方，好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哦。下一个祭事，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做回来关心。来哦，来关心这个彰化地方税务局，讲是来提出，只要厝有来超过三栋以上的民众，这个房屋税就要扣较悬呢，为这1.2%哦，增加到上悬3.6%。这个案件讲是伫个关议会提出哦，马上就予全部的关议员否决掉哦，讲对抗无景气彰化县的这房屋税哦，应该爱来抗涨，哪会当起价嘞？彰化县议会目前正在召开第18届、第2届、第3届临时会。彰化县地方税务局因应中央颁定的房屋税务法，针对个人有超过三栋的厝，必须加征上悬3.6%的房屋税。啊，你啊，非自用的，就是讲，啊，你你看你有5栋啊，超过3栋的，迄就是你租人还是其他用的，所以啊，迄个部分呢，伊就是讲非自用，伊就给你定一个税率讲。1.5%至3.66%，啊，这个弹性就是按照一贯的房屋税第6条，就是讲有一个弹性，啊，咱为着一贯的地方自治法吼，内底咱就爱来配合讲，来定一个讲。这是这条为着护法公平正义的自治条例，是来引起议员的不满。有议员认为，全国只有12个县市实施，在薪水无起的情况下，无适合起税金。啊，税金怎起？应该是吼，合理讲起来啦。薪水若调不起，才来起啦。薪水若无，你进门公司完全调唔调，一个一道。毛议员认为，县政府无去努力争取中央统筹分配款，顶多是用增加税金的方式来增加财源。全国如果若是讲，都还够有人管区，都还无实施，咱对麦实施嘛。到上尾也该实施，无要紧。阮议员绝对有人配合。若总实施，咱对实施。啊，你袂当讲咱不。那同好权分上少，啊税金变后情。因为房屋税是属于地方税，在议员无同意的情况下，自治条例无法度通过，就袂当加房屋税率。地方税务局卖当搁再加议员沟通，后一届会议再搁重新提案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。平民的措施，也還有这个地震跨数服务，真侪民众常常为了办理这地震相关业务哦，拢必须爱登去当地来办理，真无方便。因此，为4月7日开始，鹿港、河美、二林三间这地震事务所将要来实施连线合作。民众哦，要申办这土地相关代志，拢会当透过这连线措施来申办，希望借此哦提供更加便民的服务。鹿港地震事务所甲河美地震、二林地震合作进行代收申办服务，针对拍卖登记、抵押款设定、内容变更、让与登记以及预告甲多销预告登记等等现行的干预案件。的沿海三个地震事务所啊，做了一项创举，一个加值服务，就是跨所申办登记案件领先加值服务。那这个服务啊的区域有包括沿海9个乡镇。那我希望啊，每个乡亲都能够啊选择他就近的地点啊，把他登记案件送到最近的所里面去。那这样一个服务项目，今天增加价值的部分有3大部分，一个是拍卖，一个是抵押权的设定内容变更，啊或者是让与，另外一个是啊涂销登记跟啊预告涂销登记这一类。那我希望这些服务啊能够渐进性的推行。那这些服务啊，除了今天开始由啊这三个所开始来试办之外，下个月开始，全县的地震机关都会受理这样一个服务。民众只要准备相关文件，就会当就近到地震事务所来办理，省下往返的交通时间加金钱。抢到头香来办理跨所服务的代书，就表示这款的服务实在是真便利。代书的一个最大的优福利啦，啊，那讲呢，就是咱彰化县的那街啊，你就是等于全国性，因为即个台北个南部拢。5都他们都是改这样，就是说跨所都可以办。哦，啊，那改像这样的话，哦，像我们本来这个案件
我这个案件要跑到和美去，可是我这样的话，我就省了很多方便，就可以再直接在这边收，啊，直接在这边领件，啊，再送过去，这样就好了。鹿港地政事务所为着要服务乡亲，联合平原的和美甲李林三地政事务所，首度专管开办这跨所服务，办理一般登记案件。第一阶段将先来试办，实行一个月了后，专将法官买做回来实施。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。农业消息报道的洋桔梗哦，是台湾外销日本真重要的生产基地。为着摆脱外销市场的限制，报道镇农会讲是来透过这花艺研习班顶管道，扩展这花农销售的新管道哦。希望透过这民众接受花艺课程，除了熟悉在地花卉优秀的所在以外，嘛来强化花卉生活应用的好处。报道是台湾洋桔梗等外销花卉重要的生产基地，受到外销日本的洋桔梗数量减少的影响，和农民开始思考经营内销市场，或者是转做其他，亲像是文心兰等无同的花卉。报道镇农会举办花艺研习班，希望扩展在地优质花卉和民众熟悉。每一间厝拢有一个客厅，客厅有一个长桌，这是上好用。咱常常拿厝的。哦，有喜事也是有人客要来，啊，要给俺兜感觉讲吼，哦，做哦做水做老个嘞，吼，啊，这个花型吼，就是每一个家庭你使用吼上好用的。来利用我们的家政班，哎，也可以让我们的家政班学得插花这个一技之长，以后可以在家里美化自己的家庭，那可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花卉的消耗，让我们的家政班。这些姐姐妹妹今天来都很开心。徛街甲各种场所摆上一盆鲜花，气氛马上变了无同款。镇农会希望更加侪民众会使调整观念，让鲜花变成居家的装饰品，为国产优质花卉扩展新商机，增加农民收益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报道，采访报道。古历二月十九，公是观音佛祖的圣诞，一透早在开化时，就出现大批信众摕着这青花素果来替观音佛祝寿，庄严阁闹热，马上回来。